手机嘛都拿出来，没有填过资料，没有填过资料，手机检疫资料都还没有。他们现在就是有，他们没有，可能到办事员就是没有台湾名号，没有台湾名号。你上飞机前柜台是有叫你填这个、啊？你是现金是哪里的？那个这边。他们没有钱可以办，知道，他可以一起接受吗？应该可以。那一起接受，整个程序都完了之后，那就可能让你们搭检疫计程车回检疫处所，这样没有问题。那没有钱搭防疫计程车的，我们这边就先借支，这样 OK？政府会先借支给你们、啊、哦，那到时候再这个看你们去哪里。